She eloped with a stranger. She was going to marry her. She'd been with for 10 years. But on their wedding day, he left her at the altar and married someone else. In a rage, the woman married the CEO who was watching the drama unfold. 你肯定看李雪也买了一个，你是被我拐过来的，不是自己的结婚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让你后悔的。我才不会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不过，你要跟你弟弟说清情结论。好，这样子定。那现在我们回家。啊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今天是我们新婚之夜，我可不打算让你独守空房。 都到家门口来，不好意思。我没想到你居然……居然有点钱是吧？你有点实力，怎么从首页手中保护你？妈，这就是你的媳妇儿啊？妈，还满意吗？太小了，有20吗？22了都。才22，你都30了，这么漂亮的姑娘。 被你盯上了，阿姨好，叫什么名字？哪的人呢？我是首都的，叫温舒瑶。温舒瑶，好啊你，原来是你抢了沈氏的人。让我来看看是什么样的契约。我们的婚姻，2年为期。意思说。 2年之后你要跟我离婚？哎，不尽然。如果是2年，我们相处的不错，我们可以继续。否则，和平分手。好。哎，你不仔细看看。如果2年之后你还要跟我分手，那一定是我的问题。不过，我要另外加两条。你说。第一，我出轨了，财产归你。如果是你出轨了。 或者擅自解约的话，你得偿我10亿。反正我绝对不会出轨。行，第二条呢？第二条就是，既是夫妻，就不能当有名无实的夫妻。我是正常男人，你懂不懂？长那么帅，反正我也不吃亏。行，我答应你。哎哎哎哎！对。